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文生豪。我在《爱情来的时候》饰演的是李子豪。我认定的李子豪是个怀才不遇的男人，他从台湾漂洋过海来马来西亚工作，原本希望可以一展长才，但是可能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利，所以他的性格就在3年前比较失意，然后比较郁郁寡欢。这个时候认识了子珊这个角色。那子珊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女生，所以她给子豪人生上面有很大的惊喜跟快乐。我觉得李子豪对于爱情的见解应该是100%的投入，而且他去爱一个女人就应该给她所有的全部，包含她的未来。那这一点李子豪做的是蛮彻底。他因为痴情，所以他想要负责。他痴情，所以他不断的在3年来找遍世界各地要找子珊。他花了很大的心力，终于被他找到。是因为错过误会，而导致3年来两个人音讯全无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错过吧。这个节目是由 Panasonic Power Blend Your Enjoyment 为你呈现。